英皇室旧照，图二戴安娜王妃惊艳跳芭蕾舞，图三梅根坐姿独树一帜，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的温馨合影，对着镜头笑得十分开怀，可见三人的相处融洽。那时英国女王还是十分喜欢戴安娜王妃的。1985年，戴安娜王妃和英国芭蕾舞星大跳芭蕾，戴安娜王妃一袭长裙翩翩起舞，舞姿十分动人。戴安娜王妃自幼就想成为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后来因为身高放弃了。如此惊艳的芭蕾舞却遭到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责备，他认为戴安娜身为王妃当众跳舞则是浅薄无礼的行为。上个月，英国哈里王子与美国姑娘梅根·马克尔步入婚姻的殿堂，继凯特王妃之后，英国王室又迎来了一位传奇的平民王妃。图为梅根在英国女王和哈里王子参加白金汉宫女王青年领袖颁奖典礼的合影，凯特双腿在脚踝处交叉而坐，姿势优雅，独树一帜。2011年4月29日，凯特王妃带着幸福的微笑嫁给了现任英女王的孙子戴安娜王妃的儿子英国威廉王子。那时她的容颜绝美优雅，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凯特王妃的容貌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其出众时髦的着装也让她成为下一个新的王室时尚偶像。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